我爱这双雪橇鞋。好的，等一下哈。哎呀，雪橇鞋还在仓库里面。等一下，哎，我去就回。请收好，下一个。俺也想要那样式的鞋。啊，你也要一双雪橇鞋啊？你呢？你也要一双吗？嗯。再稍等一下哈。啊。我就说这样的仓库设计不合理啊。那呗，建议你哈，在那小船的那旮瘩上加一个火焰喷射器。哦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呢？你要什么？我要三对雪橇鞋。我要的是三对雪橇鞋。你们不是两个吗？三个啊。哎，明明就是两个人。不要假装自己看不到好吗？哇，今天天气好好啊。只有两对雪橇鞋，不如我们回去上班吧。我的、两对雪橇鞋也是可以滑的嘛。会